살해. 你又怎么来了？爸，我不来谁来呀？爸，您说什么呢？我不是在这儿吗？对呀，钟情不在这儿吗？ 朱大夫，我爸好像失忆了。脑损伤，这种状况也算是正常的，你也别太难过。他失忆的程度重吗？还有恢复的可能吗？不好说，还是积极做康复训练吧，也许有好转。 睡着了，几点了？要不你回去吧，这儿有话筒。不，你回去吧，我在这儿照顾爸。你工作挺忙的，你还在坐月子呢，那么劳累，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知道。 随时跟我打电话，啊！江总，你可以在这儿睡一会儿吗？我知道，江总。
哦，对了，我从家里搬出来了，住到宿舍了。宿舍离这儿很近，照顾爸也方便。你随时打给我。来吧，喝一个。我不会喝酒。你不会喝酒，之前不也喝过吗？什么意思啊你？哎呦，什么什么意思？不就请你吃个饭，喝个酒吗？能有什么意思？行了，我是老同学，咱们呢，认识那么多年，又是同学，又是同事，那么多年过来，当然矛盾是有，但是情感也是有。对不对？今天请你喝个酒，就是来向你赔罪，一笑泯恩仇啊，让他翻篇，行不行？我先自罚三杯。这就对了嘛，老同学。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高兴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咱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以后在医院呢，我还需要你多多的帮衬，啊。王俊宇，你要说过不去，那也是你跟我过不去。我哪有跟你过不去啊？我真没有。行。唯一过不去的就是我心中的那个梗，你也是知道的。咱俩读书那会儿谁比谁差呀？哦，咱们比不上钟情，人是女神级别的，但是咱俩谁高谁低呀？可是钟老为什么就偏偏看上了你？为什么偏偏要把钟情嫁给你呢？你说这是凭什么？凭什么？嗯，凭我比你强。你比我强？是是是，你是比我强，可是黄自立，你知不知道，你比我强在哪儿呢？我来告诉你，你呀，比我更会来事儿，比我更会装，哎，装可怜，装孙子啊，装老实，是不是？你这一点真的比我强，我真的是佩服你，我干了。但是话说回来，黄自立，有一点，我肯定比你强。你说来听听。你让我说的啊，我可就真说了。你根本不配和钟情在一起。你打我没事儿，你再揍我一顿，我还是这么说。比起爱钟情，你更爱你自己，更爱你自己的脸。当然了，钟情生了这么个孩子，我确实也没有想到，我也不好受。那又怎样？我大大方方的请大家伙吃饭、喝酒，请大家吃红鸡蛋，没关系，无所谓，服不服？来，走一个。王俊宇，你要是这么爱钟情，你还可以追求他呀。行了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人看不上我，人喜欢的是你。哦，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要是我能追到手，大学毕业那会儿，轮不到你。
嗯，你先吃点菜。哦，对了，大学毕业那台实习手术，我做了有问题吗？秦妹，你那次很伤我的面子啊！你为什么要把钟老找过来？你做的手术有没有问题？要问我呀！我找钟老过来，是告诉你哪些地方你还可以更好。钟老已经指出来了，如果你可以再准确一点，如果可以再细致一点，那病人恢复。 和病人的手术的状况会更好一点，你明白吗？这个我自己也明白。行，我不跟你掰扯这个。哎，那要说强不强，我毕业论文的分数是不是比你高2分啊？对，啊，你95，我93。<笑>不过呢，有一点，你还是比我强，你的球打的是真不错。 要不是咱俩配合啊，那个高校联赛咱们拿不到第三名。关键你打得好，嗨，你客气了。说实话呢，咱们队里那些人，什么张健，我根本就看不上。你，我是佩服的，那是真打得好。来，敬你一杯。不如你，别谦虚。但是张健不管是球风、做人、做事，是最不什么的。 是啊，这些年来，我们都有变化，但是张健依然还是那么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哎，你结婚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张罗的？嗯，我跟你说个秘密啊，真是秘密，<笑>就在你俩闹洞房那会儿，他一人躲洗手间哭了整整半小时，真的，<笑>太逗了！哎哎哎，啊，哭的不是你吗？ 我，对，我也有哭，但我那是高兴的哭，人是走心的，人是伤心的哭啊，人是同学情。<笑>反正我们都说那天他比你更像新郎。<笑>你说那照片吧，啊，你说那照片是不是？周琦也说过，是吗？<笑>太逗了，来来来，敬我们的过去，敬未来。我说你能不能高兴点，别老是丧着个脸行吗？ 喂，玉坠，自立啊，你马上到医院来一趟，直接到我的办公室。好，玉坠，着急吗？哎，等你来了再说吧。哎哎，好好。哎，去，林院长。 坐。啊，我们就不拐弯抹角了。院里收到一封举报信，是关于你的。举报我的？举报信上说，患者的死因是因为你和与你这个做医药代表的同学范志鹏相互勾结，造成了一起人为的医疗事故。 范志鹏，给你各种的贿赂，想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帮他销售他们公司的医疗器械。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哎，子立，坐下说，坐。李院长，这范志鹏是我的同学，也是经常来找我，而且他在院里边的同学又不止我一个，你要说我收了他的贿赂。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呐！就在酒上，患者手术的当天，有人看见范志鹏拿20000元的贿赂给你，专门让你帮他销售他带来的起搏器。有这事儿吗？这个，你收了贿赂以后，主动的去劝说患者家属，将进口的艾得利起搏器改成了范志鹏他们公司的安心牌起搏器。
而患者正是启用了这个存在着严重质量问题的起搏器，才造成了严重出血，导致于死亡。连长，当时是病人家属找到我跟我说，他们实在是拿不出这艾德利双枪多出的预案三，我才给他们推荐了质量一样而价格相对较低的安心。那你说范志鹏这次拿来的这个起搏器有质量问题，那咱们医院平时也没少用安心的起搏器，怎么偏偏这一台就出了问题呢？ 他这么讲，证据是什么呀？你别绕远了，你就说你收没收范志鹏的贿赂？不可能，范志鹏，我发誓，我根本就没有收回过他一毛钱。那有人看见范志鹏拿2万块钱给你，这怎么说呢？那是范志鹏上个月家里有急用，他跟我借的2万块钱。他那次来医院就是来还我钱来了。有证据证明吗？ 这同学之间借钱，我哪会留什么证据啊？如果真的是贿赂的话，那我们俩怎么可能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下干这事儿呢？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认真调查的啊。你还是抓紧时间好好想想你的问题。鉴于目前的状况，院委会一致决定，先让你内部停职，接受调查。 玉珍，我发誓，那天范志鹏带来的起搏器完全没有问题，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在这个事情做文章。哎呀，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情况对你对我们医院来说都很被动。那王俊义不是说了吗？是病人心脏传导系统引发的病变和病人自身心肺疾病造成的并发症吗？他可以出面解释。 可是王俊义给医院的情况报告中只是提到了疑似并发症，并没有确定是因为并发症引起的死亡，也没有排除手术失误的可能。什么？他怎么这么说呀？加上这封举报信，你说该怎么办？主任，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我认为，这起医疗事故的原因根本不在手术本身，隐患在手术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其实，患者术后第二天出现不良症状，当时小贾带我去了，我当时就发现，患者安装起搏器的手术指证是有欠缺的。我让小贾告诉王俊义，让他务必。 尽快给患者进行再次会诊，修正有可能的错误。但九床出事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并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这么重要的情况，你为什么不早点汇报呢？当时我跟您汇报也晚了，而且王俊义说，九床如果是术后并发症造成的死亡，就算告上法庭，也是站得住脚的。这么做，也是不想给医院惹麻烦。 什么叫给医院惹麻烦？你是怕给自己惹祸上身吧？玉润，说实话，我有这样的私心。虽说我没有过失，但手术毕竟是我做的，而且我跟王俊义刚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哎，子立啊，你可真糊涂啊！玉润，事到如今。 我们完全可以把当时患者的资料和病历来进行综合的分析，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还用你说吗？我早就去看过，而且所有相关的资料都是完整的，根本看不出来王俊义有任何误诊。主任，那做尸检，做尸检一定可以查清楚患者的真正死因。问题是人家病人的家属根本不同意做尸检。 王俊义，见王俊义了吗？没有，没见到。
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见到王俊逸了吗？黄总没看到。小贾呢？小贾去哪儿了？啊？黄总，小贾昨天刚请年假了。请年假？啊？这个时候请什么年假呀？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休年假？关于这次医疗事故，你是唯一一个当时在场可以证明一切事情的人。希望你看到我的留言，赶紧给我回复。期盼。喂，司令，什么情况啊？怎么会出现问题呢？你听说了？我听说了。你现在怎么样？在哪儿呢？ 要真是这样，王俊逸这小子也太混蛋了吧！我去找你们院长，我还真不信了，就这两万块钱的事儿，怎么就说不清楚？拉倒吧，你去有什么用啊？你现在是行贿者，他们能信你的？那咋办？我现在就跟你确认一句，那天你送的那个起搏器到底有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有问题？别说是质量问题了，就是轻微的排异反应，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收到一例反馈，真不是我吹牛哈。 这管产品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福星。司令，这事儿赖我了，我家里有困难，你好心帮我，又是借钱又帮我完成业绩，可是我真没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行了，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还我钱没有任何问题。是我自己走背子，这不顺的事儿接连三的。还有什么不顺的事？ 不提了。冲动是魔鬼，要是我不揍王俊逸，也不会摊上这个乱货。哎，师兄，刚才咱们去刘奶奶她家，怎么没见着她呀？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明天吧，咱们俩去看看她。行。王爷，正找你们呢，可算回来了。怎么？这么着急怎么了？刘奶奶出大事了。 刘奶奶出事了，她被一家骗子公司忽悠，参加了以房养老。这骗子公司啊，把房子抵押出来的钱拿到手就跑路了。老太太这才知道房子被抵押了，还欠了好几百万的贷款。贷款公司天天上门催债，老太太一着急晕过去了。这社区刚打电话来说老太太已经进医院了。哎，方言，咱喝点粥。嗯，等你以后好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仲晴，张健，你怎么又过来了？没事，我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啊，那你先坐会儿，我去洗个碗。哎，老爷子还挺好的吧？挺好的，这两天还恢复的不错。那就好。 哎，黄自立没在这儿啊？没在呀，他这个点儿不是应该在医院上班吗？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呢，他可能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呀？钟晴的电话，干嘛不接啊？万一有事呢？能有什么事儿？他一定是知道消息来数落我。哎，子林，能不能让钟晴去找一下李院长？凭着老院长的面子，李院长对你的事儿是不是得好好处理？千万别！我现在不想沾他们家一点关系。什么叫他们家？你们两口子还在乎这个？以前不在乎，现在得分清楚。不提这个了，我自己想办法吧。那这样，一会儿我去公司，怎么着也得把安心的质量问题跟你们医院解释清楚。你再找找王俊逸。王俊逸不接我电话，他能这么干，肯定不会松口的。那也只能去找家属谈了。你跟他们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同意解剖，也许这样你还有救。行，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现在就去找家属谈谈。嗯，走了。喂。喂，有空吗？晚上一起吃个饭。晚上呀？晚上再说吧，我现在要去趟医院。去医院？谁病了？我管片的人生病了。我开车呢啊，我空了打给你。嗯，挂了。喂，你坐着说，坐。我不坐，我就在这儿跟您说，李院长，我向您保证，黄子立绝对不是这种人。他这个人非常积极向上的，也很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不可能为了2万块钱就断送自己的前途啊！我知道黄自立不是这种人，可是问题是有举报信，还有目击证人。有人看见他收钱，也不能代表他是在收受贿赂啊，对吧？钟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你也得给医院时间调查吧。贿赂的事情，其实我不着急。我相信院里面最终是能调查清楚的，但是医疗责任认定，这医院得抓紧吧？那更不好办，只有验尸才能查清责任问题，可是您家属根本不同意呀。那院里面能不能想办法再去做一下家属的工作？因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查清楚的话，以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行吧，那我让于主任再代表医院去跟他谈一次。那太感谢李院长了，我现在赶紧去找一下王俊逸。哎，钟晴，你刚生完孩子得坐月子，别累坏了身体。我知道，但这事儿牵扯到黄自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那谢谢李院长，我先走了。哎，李院长，怎么样了？哦，我们现在正谈着呢。现在是这样，我们提出的赔偿条件，他们现在是接受的。哦，那就好。哎，验尸的事呢？验尸这事还没来得及谈啊。争取一下吧。我们也需要了解患者的死因，得把它弄清楚了。不能光凭着一个病历和医学报告来判断。我明白，李主任。子立，你怎么来了？我想跟家属再谈一谈，如果能解剖尸体，把问题弄清楚，对大家都有个交代。行啊，我本来正准备去谈的，既然你来了，你比我更合适，去吧。哎，哎，等等，子立啊，要好好跟他们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会。都说了，真的不是我写的举报信。不是你是谁？你敢发誓吗？我对天发誓，不是我。黄自立替我做手术那会儿，我正躺在病床上休息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跟范志鹏的勾当。如果我知道了，我是肯定不会同意他换起搏器的。在这件事情上，
他是做的有点欠妥，毕竟病人是你的嘛，他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哎，钟情，你算是说在点上了。这个黄自立自从他当了那个住院总，那叫一个膨胀啊，目中无人，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别说跟我商量了，这么大的手术都不跟主任商量一下，自己就做了，哼，一时风光无限啊。现在怎么着？ 他这叫做自作自受。行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黄自立现在很被动，你作为同学，你就没说啊，想想办法怎么帮帮他。而且这件事情，你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我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他打我，能有这件事吗？打人呢，是他不对，但是这个手术很常规啊，你我都很清楚，以他的能力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除非病人有其他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如果不是并发症引起的死亡，那就有可能是术前检查不够彻底，说明这个病人根本没有达到做手术的条件。那就是你的问题了。那只是你的猜测。是不是我的猜测？我觉得你的心里应该很清楚啊。那你要我怎么办呢？我觉得。 我们应该去找一下于主任，把这个病例再补充完整一点。行啊，谢谢啊。嗨，你跟我客气什么？您还能不能让人省点心了呀？人家傻都往家里傻，您呢？平日里天天往家搬破烂，是挡都挡不住，这。 这骗子一说让你压房子，你就压呀！你怎么那么能耐呢？我跟你说，这贷款，你一个人贷的，我一分钱也不会帮你还的。滚！我没你这个儿子，我不用你管。大不了我去找你爸去。走，我回家不治了。这人，你怎么又老人家说话呢？孩子，哎呀，你说太太，我们家务事你管得着吗？ 怎么样啊？觉得身体好点了吗？好，方警官，我妈被骗这事儿，你得负责任啊。我负什么责任啊？我已经跟你所里投诉了，请你别再掺和我们家事儿了，行吗？您请吧。刘奶奶，你注意休息啊。 太不像话了啊！医院致死人，现在还要解剖，我这谁告？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们现在就去这儿吧，去问问他到底还想干嘛。谁呀？谁要给咱妈解剖啊？就他。哦，你好，我是医院的医生，想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给你的父亲。 做个尸检，尸检？为什么呀？哎，不是，你谁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黄自立。就是你把我爸给治死的，现在怎么着？还要给我爸开膛破肚？哎，怎么回事？哎呦，检察同志，什么情况？您来的正好，您快给我们评评理。我爸来这医院做个小手术，没几天就死了。您说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怎么接受啊？你先冷静一点。 医院还在调查，还没有定论。之所以我要做尸检，就是要弄清楚病人真正死因，还你们一个公道。这样，你让他出去，必须等他吧。检察同志，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你好好查查，不能就这么算了啊！就是好好查查。就是，到底怎么回事？方警官，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必须要跟他们说清楚。说什么清楚啊？人家家属现在情绪非常激动，让他们冷静一下。来不及了，他们还把人送到殡仪馆去了。 这次医疗事故，我完全是被人蓄意陷害的。我现在只有做尸检这一条路才能证明我的清白，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说不清楚了。滚！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人没了，谁的责任？对人家家属来说重要吗？还有你，你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尸检。那你说怎么办？司令。
别勉强了，他们都走了。子立啊，是这样，刚刚王俊来找我，说这台手术重新做了评估，结论是病历和医学报告不完整，需要修改。病人极有可能是并发症引起的死亡，所以不用再验尸了。你跟我来一趟。黄子立，你冷静点。哎，等一下。什么事儿？方警官，谢谢你。不客气。再见。可是你最近这么忽略我，怎么会想起来找我吃饭？就是因为怠慢了你，所以才来补偿你吧。你算了，你肯定是有事求我。没有，就是请你吃个饭而已。行，那我就狠狠宰你。说吧。什么事儿？真是瞒不了你，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黄自立让我重新会诊这个事儿，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吗？我就知道你是因为这事儿才找我。我就是随便问问。只有我知道。你确定？那今天院里的调查组来向你查过黄子立的话了吧？他们是找过我，但是我没说对你不利的话。谢谢你，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了？你这段时间对我这么差，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们实话实说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的。记着有什么用？你要补偿我啊！带你去度假，地儿随便你挑。度假？啊！你答应我的事儿呢？你得兑现啊！我还答应你什么事儿啊？你答应在医院公开我们关系的，你还说要娶我的。我肯定会兑现的，但不是现在。为什么？你想啊，现在咱俩公开关系，那你说的话，调查组能相信吗？不就开始怀疑了吗？等过段时间，等这件事情慢慢过去了之后，我一定兑现我的承诺，行吗？行，但是你别再骗我了，要不然我真的会说出去的。哎呀，好了好了，我不骗你，快点菜吧，我都快饿死了。来，笑一个，开心点。今天收到了一份举报信，是关于你的。